呀，赛罗奥特曼的第一任人间体出演了德凯奥特曼。就在刚刚，远古公开了德凯奥特曼第四位角色潮影优一郎，演员由小刘友出演。这位演员呢，正是当年出演过赛罗奥特曼第一任人间体的蓝手。他在德凯奥特曼中担任精英胜利队的机械开发，是地球和平同盟 TPU 技术部的科学家博士。他开发了很多精英胜利队在战斗中使用的新技术。这位角色呢，就类似于戴拿奥特曼中的中岛勉。之前好像在网上传言说他会出演反派，但是目前官方公布的他会出演的是精英胜利队的科学家。就怕他在德凯危难的时刻掏出眼镜变身赛罗。